谢谢。来到了这次来呢，是行程往来，我相信都提供方便的措施。当中，接待我跟我的一些同仁。那我希望也了解我们现在台湾今后跟大陆之间的互动，那么也希望这个互动也能够。 让港台的经贸能够受益。上次来的时候，跟林局长谈，对，也是像阳光充沛啊，天公照美。我们谈得很愉快，特别我也表示感谢。你要跟郑特首那边讲，不是特首方面有。 Relating to about close street issues, I'm sure we will continue to cement the tie with mainland China, mainly for the sake of our economic development. 总统有没有口信托你跟那个郑特首讲？郑特首有口信要托给你？